我跟啊，快看看谁回来了，快！爹，大哥，大嫂，二弟，桂芳，咱家老二啊，坐着灿南号回来的。爹，我想您了。 又哭了，大哥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哦，我给您带了件礼物。您平时参加票友大会，要登台，皮肤最重要。这椰子油啊，南洋的。这蜡染的布，买来下产的，送给大嫂。爹，妈说您平时脚疼，给你买了一个按摩器，乌木的。 你用了一定好。哎呦，这南洋的乌木啊，抹起来就是不一样。真好。快快快，快都坐下吃饭吧，菜都凉了，老二快坐下。饿死我了。桂芬，讲了好久家里的菜，鸡汤上上来，二少爷最喜欢的。妈，我在外面已经想了2年了，家里的菜，太香了。快快快，多吃点啊。这乌木按摩器。 上海也有卖的呀，二弟，你在南洋待了2年，怎么净买一些上海有的特产呀？莫哥，你看，老二都瘦了吧？是啊，是瘦了。这2年在外面很辛苦吧？爹，我们水果生意在码头上装货卸货的，都是体力活。 你不说妈也知道。要不是因为男人，当年好端端的，你怎么就会离家出走了呢？现在这个男人他离开了你，你无路可去，这才又回到家里来。别难过了啊，为那种男人不值当的，咱们女人嘛。 你再找个靠山就是了。过2天妈妈就带你去见人，好不好啊？什么银行的小开啦，洋货公司的二老板啊，轮船公司的公子啊，妈妈都认识几个的，真的。我家李文生的漂亮，又上过学，不愁没有下家的。明天，妈妈就带你去扯布做一身新衣服，我们打扮的漂漂亮亮的，好不好啊？大哥，这2年也辛苦你了，一直帮我瞒着爹。 没什么的，主要是你，这刚出来有什么打算吗？要不要我到银行也帮你谋个差事儿，跟我一样赚点糊口的钱？大哥，我做不了职员，还是做生意吧。哎，你还记得那个江丰平王八蛋吗？2年前还让我做了替罪羊，让我冤枉入狱。我现在出来找他算账。 你这牢都做完了，这账怎么算呀？大哥，我手上有证据啊。他当年在沙场做的假账，勾结日本人，并且把顶头老板的钱全黑了。哼，我手上有了这些东西，我可不能让他好过。哎，你千万别这么想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这牢都做完了，还是闷声过日子吧，啊？ 我上去看看啊！哎，大哥，什么？你拿着，日本产的效果特好，你吃了它，让大嫂也高兴高兴，赶快把孩子怀上，不然她老说你看戏的事儿。我用不着什么，收着，不用，我不用这种东西，我好的很。 调出了黄立文的户籍资料，他的母亲叫林云尚，我们已经开始彻查此人在本地的生活轨迹，要快。另外，姓肖的老太太那儿继续派人蹲守，说不定还有别的线索。是。
我们保密局通缉的女人就是这个名字，黄立文。这名字听着有点耳熟啊。 这件衣服的面料不错，颜色也雅致。老板，就按照刚刚给他量的尺寸，照着这个式样做一件，领口再开低一点，下摆差不多。好的，。好看吧？啊，还有这件，给我做一件旗袍。好的，尺寸你也晓得的。好的。来，妈，嗯，我来。 麻烦你啦，老板。麻烦这个泥料帮我送到一个地方，地址我写给你。莫哥。 吃饭了，爹，我给您盛汤。不想喝？怎么了你？不舒服啊？一碗汤都喝不清净。爹，汤好喝吗？你说我在南阳肉骨茶里面放中药，一股怪味儿，还是我们家。 桂芬，你的手艺好，我爱喝。说到好像还挺懂南洋了。哎呀，毕竟待两年，那儿的风土人情我还是熟的。我问你，这船上就你一人回来了？怎么可能？那个船是大客轮，1940吨，双层甲板，能载400多人。这南号都沉了，你自己看看，今天报纸上的白纸黑字。 你还敢糊弄我，啊？老实说，这两年你都去哪儿了？这两年我蹲班房了。桂芬，快给老爷拿双筷子。不用了，我吃不下。老爷，我是被冤枉的。 没有做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你罪名都是他们栽给我的。你不用解释了，我们乔家书香门第，世代清白，怎么就除了你这？这种事情要是传了出去，我们乔家的颜面往哪儿搁呀？连李杰的名声都要被你毁了。爹，我就是被冤枉死了。 该是吧？只有像李杰这样的大物理学家、大博士，才能成你儿子，是吧？那我生出来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把我掐死？你，哎呀，好了，你们别说了。我费了那么大的功夫，想保着这个秘密，目的就是不想让弄堂的人看我们乔家的笑话。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。 把嘴巴给我闭紧一点。老二的事情到此为止。太太，是保长来请老爷去开会，告诉他老爷在吃饭，吃完再说。不吃了，我现在就去。老爷，你。 各位啊，李爷那大家请过来，有一桩事体要向各位通报。我们镇宁村有一户人家，做了一桩伤风败俗的恶劣事体。哎，叫老爷，什么事情啊？叫老爷，我不晓得啊。我怎么会知道啊？就是一号楼那家女人呀。 路子我早就查清楚了。你们是说
一号那户人家。那不然还哪户人家？喏，一号那户人家，居然是那个年纪大了吧？听说呢，以前是唱绍兴戏的，也不是什么好的戏班子，哑楼子来了，哪懂呀，对不啦？家里面也没有一个常住的男人的，说什么带两个姑娘，姓也姓不一样的姓的，这种女儿，把阿拉拢到了想，万一操起了皮肉生意，哎呦，可哪能得啦？那么这户人家，我们肯定闹一请出去，对不啦？对。过来，干嘛？干嘛？保密局的。谁呀？谁呀？真是的。干什么的？送包裹。这么晚送什么包裹？加急的。拿过来。拿过来。滚。哎，今天乔老爷正好在，你就代表我们大家去跟这户人家交涉交涉嘛。我？乔老爷确实是。哎呀，我不合适啊。您不合适，谁合适呀？乔老爷子态度明确，说话又有分量，估计不出三句就把这家子人请出去了呀。对的，你有威望又有学问，这件事情啊，你不做谁做啊？啊，哎，拜托你了。拜拜。这哎呦，拜托嘞，得罪你太需要容辞。落款是黄立文，便签上除了谢谢没有其他内容，从布料的包装上来看看不出任何商家的信息。这是英国货，叫芬泰克斯。你明天去跑马场对面的亨利洋服店看看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全上海应该只有他家有这种料了。是。哎，你好，老板。是这样，我过年啊，想给家里的老人做两件新衣服，你有什么好推荐啊？哦，你看看。这边都是上等布料，您选好了，我们还能为你定制。是这样，我是黄丽文小姐推荐过来的，她订的是什么衣服？我想跟她订两件一模一样的。黄丽文小姐，您稍等。啊。我们订单里面没有黄丽文小姐。没有吗？对啊。那林云上呢？林云上去。对，两件，一件大衣，一件旗袍。哟，老板，你们这挺快的，下午就能取货。我来帮你吧。哎呦，丽媛小姐，快放下来，我自己来就好了啊。哎，不用了，我做过这个的，我也是劳动者。好的呀。阿娥。哎。我们弄堂里面是不是有一户姓乔的人家呀？啊，丽媛小姐，你也找姓乔的？还有谁找？没有了。哎呀，乔家在这里啊，是个大户人家，那就住在最里面那栋饼子十四号。啊，他们家两个公子啊，一表人才的，有一个呀刚从南洋做生意回来，还有一个啊是大科学家。哎呦，哎呀，好的不得了。阿娥呀，阿娥，你还没有去拿新衣裳呀？哎呦，我忘掉了。哎呦，洋服都要关门了。对不起啊。呀，丽媛小姐啊，我这个我来弄好了，你去吧。哎，快去吧。哎呀，好的呀，好的呀，就去了啊。哎呀，慌慌张张的一天。莫更啊，其实这种事情，保长可以自己去的嘛。那种人家的女人，要是万一纠缠你怎么办呀？我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怕什么？哎，那，哎，那，哎，去，跟你爹去一趟。我不去，他又不想见我。
让你去。志才啊，你都不知道那家女人她什么样，你爹是个读书人，应付不了的，去。你跟着我干嘛？谁让你过来的？不是我想过来的，是妈让我过来，害怕你应付不了那家人，所以让我在旁边照应着。用不着，快回去吧！啊，没脸没皮的，我看啊，你跟那户人家也差不多。是，爹，你是正人君子，当然跟这种人家八竿子挨不着了。我在旁边看着而已。妈，哎，我也出去一趟。哟，你去做什么呀？我都搬过来那么多天了，这弄堂有多大我都不知道呢。我出去走走啊。妈陪你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行了啊。啊。一号住户，我代表镇宁村全体居民前来与你商谈。谁要跟我商谈？不知道，爹，你们俩认识啊？啊，请进来坐吧，傻愣着干什么呀？那不，哎，进啊进啊，爹，我们爹，哎，爹，你，爹，爹，你去哪儿啊？家在这边呢。伯母，你们之前就认识啊？小姐，你不是住在那个一号的吗？哦，我是。这个时候你来我们家做什么呀？没有，我就是随便走走的。我和你爹两个人，当年我正青春，他正少年，我们两个青梅竹马。他家就住在巷子的那一边，我家就住在巷子的这一边。您接着说。哎，我家女儿回来了。哦，丽文，来来来，这位是我的老朋友莫庚的公子，啊，就住在弄堂里。这又是我的大女儿黄丽文。黄小姐。哦。你刚刚初见我家丽文的样子啊，就像你爹当年初见我的样子那样。我跟黄小姐不是初次见面，你记得吗？嗯。对不起啊，我好像以前没有见过你。你就换一句戏词吧，你爹当年都比你现在这样厉害。哎，你爹是什么时候知道我搬过来的？昨天才知道。昨晚就知道了？对不起啊，我上楼了。哎，
你爹他合肥路你去过吗？合肥路阿姨，您现在都这么漂亮，那以前得多漂亮啊，有以前的照片吗？照片呀好多好多，哎，带妆的不带妆的你想看啊？啊，我去拿给你。哎，等着招待客人哦。那个皮箱在你这儿吗？保密局人已经盯上你了，放你这儿不安全，你赶快给我。你就是文件上的乔先生啊？打开我箱子。我为了找你吗？废话，当然我是乔先生了。哎呀，乔先生，你看看相册来喽。来来来，我挑了一本最好看的。明天中午，房房渡路，你把箱子带上，那儿人多，不打眼啊。真好看。嗯。乔老爷子回来了。哟，摩根啊，回来了。乔老爷，你那么快就同他们谈好了？大家坐。他们同意哪天搬呀？这个嘛，我还没有同他们谈。啊？还没有讲啊？我看到那个女的给你开门嘞。哇，她是开了门，但是我没进去。你为什么没进去呀？哎呀，那户人家。都是单身女人，我一个男人登堂入室的未免不雅。那户母女啊，不是传闻中说的那样。难道他们是正经人家？是挺正经的。正经？那他们男人呢？去哪里了？那死了，英年早逝。现在得忍啊，不着急。王立文现在已经是煮熟的鸭子了，飞不了。放长线钓大鱼，我要看看他到底执行什么任务。哎，乔老爷，你不是没有进门吗？刚把你这个消息撒地方来了啦？我太太，一号的那个林太太她。是姐姐你呀、啊，我是新搬进来的林云上。前几天我们打过照面，你还记得吗？姐姐你莫不会就是莫更的太太吧？对呀、啊，我是。哎呀，我跟姐姐真是有缘分啊。莫更啊，我没有打扰到你和大家吧？哎，不打扰，林太太，那欢迎加入我们镇宁村的大家庭啊！姐姐呀，今天我真的要好好谢谢你了，你还让莫更亲自去看我。原来林小姐和乔老爷是故交啊，怪不得乔老爷这么了解你的情况。其实我和莫更。林阿姨跟我爹其实是为我的事儿费心。丽文，你快下来。哎呦怎么了吗？哎呀，这种事情你瞒着我做什么呀？什么事啊？害得我还天天挂念你有没有交男朋友。什么男朋友啊？你跟乔家二公子是怎么认识的？乔家老二？我们不熟啊。还装？乔志才都告诉我了，你们啊是特别特别要好。他说的？就刚才啊，当着镇宁村全体男女老少的面说的。哎，我觉得这孩子不错，敢爱敢恨。他呀还真是下南洋回来的，我看条件不错，你要多跟他接触接触，
要是以后你们真的修成了正果，那我跟墨更不就成了亲家了？我让你去跟着你爹，就是让你去看着他的。你爹是个读书人啊，他善良易受欺，你不知道啊？你不把这滩浑水给我挡住，还让他流到家里来，这就是你干的好事。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？哪次有了浑水不是我都往自己身上泼的？我知道我们全家人好面子，我在装作从南洋回来，我也知道爹要面子，我才跳出来圆场，怎么到最后都是我的错？乔志才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身为一家人，互相帮衬，彼此守护，那是最重要的，明白了吗？二少爷。哎。啊，家里来客人了，说是要找你。找我？江科长，哎，您来了。乔老弟。要不要进去喝一杯啊？不了，就不客套了啊。这样，$5,000拿给我，我拿了立刻就走。江科长，我都凑的差不多了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我明天凑足了给您送到府上去啊。我来都来了，就差一点点，那你先把筹到的给我好吗？江科长，看在我们多年的情分上，你就宽限宽限我。明天下午2点，办公室绝对送到。那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丽薇小姐，哎，电工师傅啊，我找来了啊。哦，哎，来先生，里边请啊。哎，好嘞。小姐，小姐，来，那个维修电路的工人啊，我请到了。哎呦，你们可来了！就我家楼上啊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那灯泡他就忽闪忽闪的，我吓死人了。哎呦，那得赶紧修啊，要不然电着人都是事儿啊。是吧？那麻烦二位师傅了啊。我就提醒了啊，你的档案卷宗现在还在法院放着呢，那不是一句下南洋就能应付得了的。以前可是你找我去帮你的忙，处理日本人留下的遗产，是你让我去帮你管理沙场大大小小的事情，我可是兢兢业业、认认真真的。我只想问你一句：你吃里扒外，背着你老板勾结日本人，你别把我逼急了。你把我逼急了，我可是有证据的。你还有证据啊？拿出来，拿出来，让我看看管不管用啊！拿出来。钱科长，我只是随便一说。就是嘛，那这样，既然你不肯拿呢，我自己找。哎，钱科长，哎，进来。哎，钱科长，哎，我是开玩笑。
哎，怎么了？小姐在哪？是这样，您家的总店闸在哪儿？您方便带我去看一下吗？啊，稍等啊。哎，站开，站开，给点面子啊！哎，不要气太上啊！给我仔仔细细搜，把所有证据给我搜出来。哎，行。哎，你干嘛呀？这是。老二。妈。这是哪位贵客来了呀？哦，妈，以前跟我一起做生意的江老板来看我。哦，江老板。乔老太太，很久不见了。我说老二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？不是跟你说了今天陈副市长要来我们家做客吗？啊？啊，我没忘。江老板，我们家这老二吧，永远不长脑子。是这样啊。今天这个陈副市长吧，非要到我们家来做客。哎呦，这作陪的还有资委会的孙主任、李秘书长，一大堆人呢。正好你赶上了，一起喝杯茶吧。江科长，不了，还有公务在身。乔老弟，咱们下次再聊啊。喝杯茶再走吧。不喝了，谢了。啊，谢师傅。啊，没事。哎，工钱没拿。谢谢。你胆儿你怎么拔了？差点被黄里边发现了。我一不留神他就进来了，我真没注意啊。哎，这不江科长吗？他怎么在这儿？是啊。走。丽文啊，那两个修电线，那你要了多少钱啊？你还价了没有？他们都挺不容易的，真的都是辛苦钱，我没还价。哪什么辛苦钱啊，你去看看他们那活干的，哎，那线头就在外面耷拉着，满地都是垃圾，一点都不细致。丽文小姐，衣服啊晒好了，我给你放在床上 啊谢谢。哎，阿娥，那两个电工从哪儿找的呀？手艺不行的哦。他们主动跟我搭讪，说可以优惠的，也怪我轻信了。哎呦，哎，以后你多长个心眼儿，真是整天跟那些娘姨在那边聊。刚才又聊什么呢？那么起劲。聊乔家的事情。乔家什么事啊？说乔家老二根本没有去南阳，这两年啊在提篮桥蹲班房呢。啊，不会吧？哎呀，千真万确，都传开了，说犯的是重罪，政治犯。哦，幸亏乔家家大业大的，不然啊，差点死在里面。你说这年月，三天两头要枪毙的。哎呦，这种话可不管乱讲啊！不是我讲的，都是他们讲的，说他好像还宣传什么兄妹爱，信什么？妈，哎呦，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这事儿你晓得吧？我不晓得。哎呦，你这孩子现在晓得也不迟，听妈妈的啊，赶紧跟他断了。我跟他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。我不管你承不承认，也不管你们到哪一步了，反正啊，你跟谁好我都不管，政治犯绝对不行。他和母亲刘云上谈话最关键的内容是一名叫乔志才的男子，这名男子也住在镇宁村。这个乔志才是政治犯，我们正在调查，目前只有这个人的侧影照片。乔志才，我当年做生意的小老弟。科长好。这个乔志才是不是和江科长认识？科长说的对，
我亲眼看见江科长出入镇宁村。据我观察，他就在乔志才家做客，两人的关系我正在调查之中。好好的查查这个人。明白。黄立文的身份已经确认了。小光妻？对，她是张小光的妻子，经组织批准来沪探亲，此前在解放区搪瓷厂做会计。那小光同志牺牲的事他知道吗？很难判断，但小光同志执行任务来到上海，家属不会知道。目前我们首要的是要找到他，只有找到他才能确认电台的下落。准备好了吗？啊，好了，走吧。哎，桂芬啊，我让老二在屋里待着呢，他要是出去，不许给他开门啊。哎，走。最近乔家老二没动静了。都这个时候你跟我提什么乔家老二啊，你是为他来的还是为我来的呀？肯定是为你嘛，最近太忙了，局里还老有人盯着我。是你们家死老虎盯着你吧？唉，我这屋里整天静悄悄的，也没个男人，你也不来陪我。看你那德行，男人来了，马上让你这屋里叮铃咣啷。这个小妖精，哎，我来探险了。哎呀，你把窗帘拉上呀。看不见。看得见呀，去拉上。你太麻烦。我现在有事要出去一趟，等我回来啊。风平，你干嘛去啊？马上。达令，等我回来收拾死你。嗯，去哪儿呀？阿乐，我去专校看老师，你帮我跟妈妈说一声，晚饭就不回来吃了啊。哦，好的。嗯，
志，你注意安全。快走，快走，走。世界翻过冰山，趟过了火焰，人海蔓延，铤而走险。